在收看娱乐关键字，我是特派员杨洋。今天请到轨迹的两位超帅超美的演员。嗨，大家好，我是安妮。大家好，我是阮承恩。We are the new generation of wealth. 我们住在不同世界里。We've done everything. 你在告什么？谢谢两位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请两位介绍一下就是自己在电影里面的角色吗？在《轨迹》这部电影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做冰瑞，那他相较于其他四位富家子弟，他是暴发户，所以相较于其他人是比较成熟稳重这种富二代的感觉，他其实是比较鲁莽的。No matter what happens, we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That's bad, right? Let's go.然后也比较土味重，所以有时候常常会笑料百出这样子，因为他就是比较不懂这些事情这样子，所以算是里面的搞笑担当。感觉是个可爱的角色哎，那安妮呢？一个俄罗斯女孩，她叫 Anastasia， 她是一个很有钱的俄罗斯女孩，搬到台湾在这边念书，然后跟他们一些有钱人在一起。因为有钱人会跟有钱人吧，有逻辑吧，对不对？我们来访问一下有钱没有？They keep doing dumb shit on their turns.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then? It's your turn next week. What kind of question? Why are you questioning me? Somebody is dead. Well, Jesus, it was your fucking turn. 因为她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很单纯的，她没有想那么多，她就是想要大家都爱她。但是好像也是没有自信，虽然她很漂亮，然后很会穿衣服什么的，有朋友也很多，但是粉丝也很多，但是她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有一点像我本人。谢谢大家啊、哦，这么可爱！我真的想问说，角色跟你们两个就是真实的差异？我觉得真的很像哦，哦，真的很像，为你量身打造的角色。可能在单纯的部分，因为我也是常常听到人家说，哎，你怎么这么单纯？你在演艺圈这么久，你是不是要已经变比较聪明一点点吗？不要那么相信人家，好不好？我也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好，但是我都觉得每个人都很好啊！我真的，我发誓，我每个人看到我都觉得。他一定人好好、啊，他不会伤害我，他不会对我怎么样啊！我刚刚看到你也是觉得你人好好，他刚刚一直就，我就说你脸好小，他就说你的脸很小，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量对方的脸，好可爱，谢谢你。对的，真的很漂亮，人很好，谢谢。脸比我小的，你们敢真的比我小的，真的。我也是比较矮一个头。你们两个一起拍戏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是一直称赞你脸很小？没。没有，他一直说我太胖。这个，但是现在都身材这么好，你看，这边比较看不出来，看得出来了啦。你看他之前多胖，他现在瘦好多啊。就是要谢谢安妮老师 ，You're welcome。安妮老师，他是为了他好才这样。两位，因为在戏里面，你本来就会讲英文嘛，然后你是我为什么本来就会讲英文？我是俄罗斯人，我就是我18岁才开始讲英文，我18岁前完全不会讲英文。那我比你早。对，真的。那你的英文是为了戏学的吗？我的英文算是就是有上一个澳洲老师的课，所以在大概国小期间就是有在这样英语的环境下培养起来，然后后来大学也有去英国交换过，所以英文就还不错。这样是用中文演戏跟英文演戏有什么差别？我觉得一开始就是那个讲话的语感吧，因为有时候用演戏还是会有许多情感的成分或者什么，那有时候一开始脑袋还是会跟嘴巴分开，就脑袋想传达，但英文还是会不小心，很像在念课文的感觉而已。我觉得那个情感层面有时候不够到，但后来就是有慢慢上手，加上我们在戏外，我们在戏下常常也都是用英文对话，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越来越习惯。哦，了解，然后互相帮忙用英文就是对话。对。那安妮呢？英文的戏比较有自信，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中文不够好，英文可能会好一点点，因为英文比较接近俄文，然后中文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说可能，但是中文戏我已经习惯了，因为我工作上都是用中文的，所以我没有
什么问题啊？你完全完美，完美。我觉得对，我觉得妍希好舒服哦，谢谢大家。两位如果变成吸血鬼的话，你第一件有没有想做的事情？吸血鬼其实也好，因为你会永远年轻漂亮，对不对？对。然后永远就是健康，永远这样子。我可能先去要每个我爱的人，就是我家人啊，或是对他们变成吸血鬼，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弄一个吸血鬼的家庭这样子，然后大家永远漂亮、年轻，这样子。这有点。恐怖，但又觉得哦，好复杂。我也会邀你，你放心。谢谢，拜托你邀我。我可能会想要，因为不是有传说吸血鬼可以变蝙蝠吗？哦、我会想要变成蝙蝠看看，这样子变成一个动物的感觉。然、哦、后自由飞翔的感觉。对对对，我觉得那感觉应该会蛮有趣的。对，哇塞，你的回答好可爱，好特别、哦。前面刚叶豪是说他需要去买很多吸管。超可爱。他说那个因为你们的牙齿会让你们很难讲话跟就是吃东西。接下来进行一个游戏环节，就是残酷二选一，麻烦你们。好，第一题呢，电影首映会当天长一颗超大痘痘在鼻子上，还是 B 首映会睡过头？三二一。那为什么这样选择？因为我觉得我是个蛮重视守时的人，我宁可长痘痘，我也不想要迟到、哦。所以他拍戏的时候他都准时吗？我就想说，睡过头也不会迟到吧？哦，没睡过头就是、哦、你突破盲点了，就是对啊，你睡过头了，你洗澡就是可以洗快一点点啊，然后什么事情都能快一点点，还是会准时到啊你。鼻子上有痘痘啊！他是第一个这样回答的人，很有道理耶，突破盲点。下一题 ，A 笑点超低的人，还是选择当 B 笑声很难听？三二一，哎，又不一样哎。那安妮为什么选 A？ 我喜欢笑点很低的人，我也是，好可爱。我觉得人生要什么都要开心啊，什么都要快乐啊，这样很爱笑的人我就很喜欢了。好可爱、哦！我也是这样。我小时候，我跟我的表妹一起念书，然后老师说我们要对彼此写一个 poem， 然后他写了一个，我翻译一下，老师的比较好听，但是中文是这样子：安妮，安妮很爱笑，你给他看一支笔，他就会笑。好可爱哟、哦！快点拿一支笔来。太可爱了，所以我们到现在都一直想到那个，已经过了好多年，好多年，我们还是记得那个。好，我下次会拿着笔来采访你。那陈恩为什么选 B？ 因为我觉得笑声很难听这件事见仁见智啊。对，就有一些人笑声很难听，但我觉得那种笑声超好笑的，就那种笑到笑到很像猪在叫那种。那种我觉得也蛮好笑的。有道理，有道理。A， 你想成为就是哭不出来的演员，或者是 B， 每个镜头都会笑场十次。三二一，请选择。好特别，为什么安妮会选 B 笑十次？因为我觉得哭不出来真的很难啊。然后如果你掂眼泪就是很假那种，我觉得哭戏真的很重要。但是笑声你就是笑一笑，笑一笑，然后跟大家觉得大家都心情好啊，然后就是声音师的哥们也心情好啊，然后你笑一笑，就是很快的十次，就这样，哼哼哼哼，哎，要突破盲点了，笑快一点就对了，就过了，对啊。了解，那陈恩为什么会觉得要？因为我觉得当一个人难过到一个极点的时候，哭不出来看起来会是更难过，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流出眼泪这件事情才可以去表达那个情绪、所以我想表达是说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不一定要流泪、你们两个一直在持续突破盲点呢，好喜欢你们的见解哦。怎么会玩这个游戏还学到东西呢？奇怪了。接下来 A 拥有灵魂的伴侣，但是只有酒肉朋友，或者是朋友很多但是单身一辈子。好，来三二一，我不真的不选了。他没有选，他都要了。我觉得朋友跟另一半都很重要啊，真的没帮我选，我不要选。你选什么？你选朋友。No。另一半。他要选另外一半，他要灵魂的伴侣 ，soul mate， 对不对？是吗？嗯。但是朋友也很重要，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分手，你去找谁啊？找朋友，找你啊。对啊。他只要一个好朋友就是你，他其他都不要。我觉得两个都很重要啊。
因为我最近看一部戏，然后在那部戏里面说，其实你跟你老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已经需要朋友。如果你们另外没有你们个人的朋友，你们一定会吵架，一定会离婚。好像也是有道理。需要一个抒发的管道。对。好啦，那你们就是我不选，不选，下一个问题吧。拜拜收回。收回，大家都因为独特的见解而收回，全部都变成两个都要，小孩子才做选择。最后一题。A 演自己不喜欢的电影，但是钱很多，或者是 B 自己导一部戏，但是赔钱。好了 ，A 的。两个又不一样哦。就是你先拍一部烂片，但你赚很多钱，那你就再用那个钱自己再去拍一部好的片就好了。那如果你一直，那如果你一辈子都要拍不喜欢的电影，但是有很多钱，但这个问题呢？这更残酷了。那个就是要看另外一个选项，但如果是刚刚的话，我会选 A， 是因为这样子。我选 B， 因为我们的艺人工作本来就是这样子，就像我拍我的 MV 也是这样子啊，我都是在自己花钱啊，我是要出什么作品，你都是要自己花钱。但是你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你心情都会好啊，你的观众也会开心啊，然后对。好可爱，我发现对安妮心情好很重要，也是真的，做事就要开心，怎么活着，对不对？好可爱哦，谢谢大家，了解了解，谢谢。接下来进行一个挑战，就是英文的绕口令挑战，再麻烦两位来。好 ，OK， 现在开始吧。Wilma and Velma wish every day for very warm and wet weather, and five very thirsty vampires found victims in the vast valley village. 这是很慢，你要快一点点哦。这是绕口令，这不是 Wilma and Velma. 我前几年我带着这个很难的。Every day 什么意思？快点。You and Velma is every day for very warm wet weather, and five every thirsty vampires found victims in the vast valley village. Oh.哦，直接打到那个粉丝，但他们心里无语。Throw the mic， 好帅，好帅，而且好快，我就不由得想说，可不可以用俄罗斯文念？没有啦，开玩笑。可以啦，俄罗斯的我们也可以教你，我可以教你。真的假的？比较简单的，来，啊，多巴达卡贝贝波波利利提。好，我先走。我的。太可爱了！开始变安妮时间。Press like, comment. Yeah, thank you. 好了，谢谢两位，感谢你们。我们最后一个环节要请你们就是性感三连拍。来，三二一，来，三二一，再张三二一。好好看哦！好，谢谢。哇，好好玩，我可能真的是台湾的一个朋友。真的人好好哦，谢谢你们两个，谢谢你们，好感动，谢谢谢谢，辛苦了。Guys, that's bad, right? I feel the